转基因食品有哪些？转基因食品指的是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获得的转基因生物品系，并以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，称为转基因食品。那么转基因食品有哪些呢？根据转基因食品来源的不同，可分为植物转基因食品、动物转基因食品和微生物转基因食品。其中植物类转基因食品包括抗病的甜椒、盐熟保鲜的番茄、抗虫玉米、抗除草鸡大豆等等。动物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三文鱼、超级鲑鱼、超级鸡、超级猪等等。微生物转基因食品的典型代表是奶酪，除常见的奶酪外，由转基因微生物加工而成的面包、啤酒、酒精饮料均属于微生物转基因食品。